すみません。ちょっとお邪魔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。はい。どうしましたか？以前、AI ツールを使って漫画を作りたい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したね。AI 山本研究所がチュートリアルビデオを出していますので、学んでみてください。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。AI 技术的发展正在为各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，包括艺术和创意领域。其中之一就是使用 AI 制作漫画。漫画作为绘画作品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，从最初作为少数人的兴趣爱好，到现在已成为目前人们的普遍读物。虽然现代才蓬勃的漫画，却早在800年前已有了漫画的开始。无论是幽默搞笑的喜剧漫画，还是扣人心弦的冒险故事和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，漫画都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。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 Comic AI。始めましょう。开始吧。漫画制作过程分为四部分，现在我将逐一为你介绍。Comic AI 是一款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漫画的工具。用户可以在 Story Mode 中输入或上传故事，让 AI 将其转化为漫画。Comic AI 具备许多不同的功能可供使用，其中包括保持所有角色风格和背景始终一致的功能，用户可以上传参考图像， AI 将能够创建新的漫画或更新现有漫画，并且在进行图像优化时不会影响整体风格和品质，还可以精准控制布局和角色位置。首先进入该网页并登记，完成登记后你会发现它有许多不同的功能可供使用。按下 Start for Free 进入来到选择漫画风格的版面， Comic AI 提供了多种漫画风格供选择，有通用风格、幻想艺术、超级英雄和歌德风格等等。我们选择了一个适合的风格，并查看了生成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步，即编写漫画故事。首先输入了漫画的名称和作者名，之后选择漫画故事模板。Comic AI 提供了多种漫画故事模板选择，我们选择了一个适合的模板，并查看了生成的效果。你可以使用两种方式来写内容，有自己编写漫画故事内容，本次我们选择了 AI 提供的。在指定位置输入了故事的大致内容，然后按下 AI Generate， AI 开始编写故事，这需要一些时间。最终我们完成了故事的编写。另外你也可以用自己编写的故事制作漫画，可以在这里上载文件 text 和 PDF 档案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步，生成故事角色。根据故事内容， Comic AI 生成了四个角色，并提供了更改名字和角色描述的选项。你可以随意更改每个角色的详细信息，还可以生成场景。输入了提示词，在这次中选择了日出的场景。在第四步中生成了不同场景的画面，每个场景都可以选择不同的角色，以适应故事剧情的需求。此外还有形状的版面格数可供选择，包括对话框和撰写脚本和对话的选项，以及特效的添加。接下来我们将不同场景的画面拼接在一起，这里有两种布局选择的方法，自动排列和自行选择版面格数版面。如果选择自动排列，只需选取图片即可完成拼接。另一种方法是自行选择版面格数版面，选择框架并加入对话框，将场景画面放入框架并添加对话。接下来我们将不同场景的画面拼接在一起，我们可以选择框架和对话框，将场景画面放入框架并添加对话。在制作图片中可以上传参考图像，AI 将能够创建新漫画或更新现有漫画。针对影像优化，可局部修改，您可以轻松更新角色的动作、表情或其他细节。错误修正和细节添加变得快速而简单，直到项目达到所需的完美水平。今、あなたは動画を見終わって、カマイカイを使って漫画を作る方法を学びました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といいね。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。记得订阅、点赞、有更多资讯分享给大家。